屌你老母丑花系 ，boss 哥，大佬神父，你提下嗰间喺香港二马路门牌七号，耶稣教学店成租涉茄利柱，登咗段广告请人播。成租涉茄利柱，正俾得两成人工嚟请个音乐文凭教师。一间由香港特区政府资助，连通识科都系港鸡肠嘅学店，请你嚟应征呢个合约职位。中华民国106年9月1日礼拜五开始翻工。应征者一定要有个相关嘅音乐学位、学位教师教育文凭，同埋鸡肠要声格。有兴趣嘅？响中华民国106年6月13日礼拜二之前，写封求职信拉埋详细履历，寄去香港二马路门牌七号圣约瑟书院，俾程景波校长啦。唔该喺信封写明应征边捻个职位啊！屌你老母丑花系 ，Abraham 细佬兄弟老子 ，Boss 哥都自认够晒无赖家啦。估唔谂到香港耶稣教嗰班烂摊仲缩骨无良，话明各位系文凭教师，竟然无良到写明要请大学毕业，仲要考埋张学位教师教育文凭，又要鸡肠声先至请，自捻扑街系俾两成人工，可以扣起八成嚟搞搞共。程敬波校长，你呢隻契弟果然系数口够晒扮赖。